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昨天我们讲到菩萨实力，讲到第六。今天呢，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啊，然后啊再接着想。如来十力无所谓，一即十八不共法，所有无量诸功德了，悉以示现度众生。经文里头特别要注意到示现这两个字啊，唯有示现才能度众生啊，可见的这个示现呢，就是讲的身教啊，自己一定要做出榜样来，众生呢才能够受到感化。菩萨实力的第七个是成熟众生力啊。那么这一句啊，就是讲的教化众生，确确实实事出世间法最重要的无过于教学，啊，所以现在连外国人都知道。我们看美国卫斯医生的四书，他深深体会到，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是来学习他没有完成的功课。他这个发现跟华严经上第一句完全相应，成熟众生啊，我们到世间来看都来学习，生生世世都是学习，哪一天学习圆满了毕业了就叫成佛了啊！你要是没有学得好，来生接着再学，就我们讲留级啊，学习产生错误了降级啊，降级就是到畜生道去学习，魔鬼道学习，到地狱道学习，无不是在学习啊。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呢都在学习啊，善学的会学的人他年年升级，像在学校念书一样啊，每一年自己功课及格向上升了 啊成绩不好的留级，太差的降级，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人道里面学什么呢？这个诸位要晓得，人道里的学弟子规，弟子规要学不好他就降级，弟子规学好了留级，不能升级啊！为什么？弟子规是人道的标准，那要升级呢，升级要提升，要学感应篇，要学十善业啊，这就升级。理与事都要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来生希望是留级，是降级还是升级呢？啊，升级，究竟圆满的升级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究竟圆满，那恭喜你，你一生成佛了啊。
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份呢？有份。善导大师讲得很好啊，我们要知道善导大师的很多人都晓得阿弥陀佛视线在我们世界，所以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口所说的啊，在净土中他是第二代的祖师啊，是现在唐朝那个时候佛法非常兴盛啊，我们看到善导大师的画像，他老人家念佛，每一念一声佛，口里放一道白光，光中有一尊画佛，视线给我们看了啊。那个时候，高丽、日本很多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大师啊。日本人对他老人家是无比的崇敬啊。你看净土宗的寺庙都命名为善导寺啊，你一看善导寺肯定是净土宗的。善导大师的像在中国很少，但是在日本非常普遍，到处都能看到啊，有绘画的、雕塑的，还有石雕的，石雕多半是放在外面啊，露天放在外面啊，所以善导跟日本的语言太深了啊。法师的德号也好啊，善巧方便引导众生，善导啊，都是帮助成熟啊。啊，什么叫成熟？一切众生里面业障消得差不多了，真正觉悟了，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了啊，真能放下了，帮助他在这一生当中得生净土。生净土就是成佛道啊，哪怕是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都圆成佛道啊，啊，圆满的成佛，这是净宗啊无比殊胜啊。那么条件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知道，条件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善不善？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善啊，这是在最近这一年多啊，我们能够看到许许多多人都以为自己很善，以为自己做得很不错啊，到汤池去参观一下，在那边学个三天五天，才知道自己那个善呢，也不过是百分之一二啊，不及格啊。啊，你没有这个环境啊，你不接触的环境，你不知道自己真的是有多少啊分量，不知道，都以为自己很不错，那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标准，不是佛的标准。啊，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前面讲过的除二边。智慧力啊，我们这个心里面还有对立，还有好恶，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个不行啊，这不能往生啊。
你要真正生净土啊，你要跟佛一样啊。我们常讲心同佛，愿同佛，解同佛，行同佛。佛是什么呢？大乘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所讲的都能相应，决定得生，真的是一念、十念都往生啊！不在乎念佛多少啊！如果心行、信结、愿行跟佛不一样，对世间还留念。还有坚固的分别执着，那个佛怎么念都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古大德说的话不错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你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没用啊。心行不善嘛。所以要成熟众生，先成熟自己。世尊入灭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遗教，以戒为师啊，以苦为师啊，不能吃苦，不能吃戒，这就是重大的障碍。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呢？你不能持戒。要知道弟子规是戒，感应篇是戒，十善业是戒，这是最低的戒，最低标准。连这个都做不到了，这一生当中求往生的这个愿望呢是不能实现的，你不能不知道啊！你要想往生呢，你就认真努力去做啊！从哪里做起呢？先脱开心量，学谦卑，学尊重别人。你从这里下手，你功夫才得力。你不从这里下手，古人有一句话说，这想用功，功用不上啊，用不上力。那是什么呢？那你就是基本的，你不懂得谦虚，你不懂得尊重啊。那么再说，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忏悔啊！你念佛念得再好，学佛学得再好，讲经讲得再好，还是随业流转，依旧搞六道轮回，这不能不知道啊！成熟众生就是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当然这个是指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好教啊，他一听就懂啊。至于善根福德没有成熟的呢，也得帮助他。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种善根很容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比如说，你今天听到一声佛的名号，看到佛像，你阿赖耶识就种了种子了，种了种子就肯定你将来必定成佛，但是不是在这一生，这一生成不了，为什么呢？你烦恼习气没断，
啊，所以你要问的是，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佛呢？这不能问人，问自己。什么时候能把烦恼习气改过来，你那一生就成佛了。现在能改过来，现在成佛。明年能改过来，明年成佛。啊，这一生改不过来，这一生不能成佛，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这个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都是三途众生。啊，人道里面就是人要是学好了，啊，人的道德标准能够达到了，都是谦谦君子。啊，我们在人道的功课几个了？啊，人道是在中国是五伦八德，在佛法是五戒十善，这人道。人道标准达到了，你来生往上升，不在人道了。至少生欲界天，啊，四王天、桃李天呢，往上升了，啊，那天有天的功课，那我们晓得天有二十八层呢，啊，每一层的功课都能够做得很好，都能达到标准，不断向上升，啊，可以升到二十八层天。啊，如果遇到佛法，诸位要晓得，二十八层天里头没有佛法。啊，四禅有，四空没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二十八层里面呢，到二十四层有佛，有菩萨。二十七，啊，这个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这个四层呢，没有佛菩萨，没佛法，啊，叫长寿天。那四种天呢，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八难，八难之一，八难里面有长寿天，啊，长寿天就这四层。啊，为什么说他遭难呢？他没有机会呀。脱离六道轮回，没有机会在这一生成佛，啊，往生净土这个机会他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难呐，他遭了难呐，啊，所以你在六欲天，在四禅天这个十层里面，有佛，有菩萨，有佛法，啊，换一句话说呢，都有机会往生净土，啊，那么在卧道里面，三卧道里面说老实话呢，地狱里面没有佛法，恶鬼畜生里头有，佛菩萨真叫大慈大悲呀！啊，地狱为什么没有佛法呢？造的业太重了。佛在那里只能说帮助他们呐，替他们服务做义工啊，啊，跟他们讲佛法，他不会听的，他不能接受啊。啊，哪一天他能接受了，他就超生了，他立刻就离开地狱了。啊，那时候是一念回光啊，啊，他就超生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确实慈悲到极了，没有善根帮助你种善根，有善根的帮助你提升啊。那我们学佛的同学都是有善根的啊，我们在这一生际遇当中要懂得时时刻刻提升
不要堕落，这就好。啊，那么提升最快速、最具有效的，是你要真正懂得放下。啊，放下是非人我，放下功高我慢。啊，学，认真努力去学，学包容别人，学原谅别人。啊，然后再学尊重别人，啊，学爱护别人，啊，到最后你一定能够帮助别人，这就有根了。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统统如是。啊，由此可知，这是信德了，自信信德流露啊。我们迷失了自信，所以才有喜怒哀乐，才有好恶啊，这种分别执着，这是错误的啊。这个对我们自己的一生能不能成就关系太大了啊。成熟众生呢，先要成熟自己。自信众生啊，这个四弘誓愿里面讲啊，自信众生誓愿度啊，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要常常有啊成熟众生的心啊，去干成熟众生的事情啊，渐渐呢，你能够得菩萨了这种的力能力啊，你有能力，你能做得到啊。第八是观法实相力啊，法是宇宙之间。一切诸法的心、相、理、事、因、果啊，我们用这六个字把宇宙一切现象全都包括在其中了。实相是真相啊，你能看到一切诸法的真相，这个人智慧开了啊，这就是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就是正觉，正觉才能够看到一切法的真相。真相是什么？相有性空，事有理空，啊，性跟理是能现能变，相跟事是所现所变。你能看得清楚啊？看清楚有什么好处呢？看清楚就不执着了啊！所以万象相有体无，事有理无，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你不会被这些幻象染污啊！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真的像般若经上所讲的，
诸法平等呢，无有高下。我跟一切众生平等，上面我跟佛平等，我跟菩萨平等，我跟一切众生平等，下面我跟一切动物平等，再下面我跟恶鬼地狱都平等。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你明白了吗？为什么会生这么多烦恼，为什么不平等呢？对于事实真相不知道，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自己比别人聪明，自己比别人能干，人都不如我，这叫迷惑颠倒啊。觉悟的人不是啊，觉悟的人虚怀若谷啊。觉太重要了啊，人人都有本觉，所以觉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不觉呢？我的障碍没去掉啊，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总的说，妄想无量无边，分别无量无边，执着也是无量无边。你得放下了啊！佛很慈悲，知道我们业障深重啊，腋下放是很想放，没法子放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啊，你放一分，无量无边的执着，你放一个，行不行？放两个，行不行？从这学，越放越多。放一个，放哪一个呢？先放呢，能包容别人。啊，我们的心量现在变得这么小，变得好可怜。你的心量本来是包太虚，容法界。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你本来的心呐。是你的真心啊，你现在心量这么小，连一个人都不能包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了。你的心本来是个大海，大海里起个水泡，你把那个水泡指出，这是我的心啊，把大海忘掉了。据佛说，可怜悯者，你真可怜呐！啊，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都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那这个事情要知道，要很清楚、很明白。啊，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学什么？学谦虚啊！易经六十四卦，只有谦这一卦，六爻皆吉，叫大吉大利啊！人要谦虚啊，没有一样不吉利的啊！六十四卦，其他六十三卦都有吉有凶。唯独谦这一卦只有吉没有凶，就这一卦，啊，乾坤都有凶，唯独谦这一卦的时候六爻皆吉，所以你就先学谦虚，啊，样样先学让，啊，对别人呢忍让，啊，礼让。你从这里下手啊，自己谦虚自然就尊重别人，这是菩萨道啊，这是佛道啊，这是成熟自己啊。
也是成熟众生的。啊，我们讲成熟，先成熟自信众生。你不从这里下手啊，你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听得再多，种善根而已，不起作用。啊，所以观法实相就太重要了。啊，了解事实真相。啊，常常念着《金刚经》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看到欢喜，啊，起了贪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贪心没有了。啊，看到一些不善的，啊，厌恶、讨厌他，念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那个讨厌厌恶的心呢就没有了啊。你常常念这一句，你的心就平静了。心在不平的时候，你就念这一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就平了。那不会念这两句念阿弥陀佛，无论顺境逆境通通阿弥陀佛就摆平了啊，对，最好的方法是修行方法了，让我们长生清净心，长生平等心，长生智慧心，这个重要啊，修行的三大纲要啊，特别是净宗同学无量寿的经体清净平等觉。第九是入三解脱门的。啊，三解脱门指的是什么呢？空、无相、无缘。观一切法无我，无我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中观论上讲得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所以《般若经》的总结，一切法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就解脱了啊。这是从空门解脱啊。解是什么呢？烦恼化解了。烦恼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化解了。脱什么？你看，执着解除了，脱离六道。妄想、分别解除了，脱离十法界。无明习气解除了，究竟圆满的佛果，脱啊！结是因呢、啊，脱是果啊！啊，解脱有三个门呢、啊，这三个门呢、啊，包含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净土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切法都没有自信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我们用念佛入空解脱门啊。无相呢是平等观，相是假相，不是真的。啊，相是幻象，
现在连科学家都知道了，啊，我们现在所看的一些现象，啊，这个在前面学了很多了，不是学一次，很多次了，我们深深理解，所有现象是什么？是阿赖耶的相续相，啊，阿赖耶相分的相续相。那个像是刹那生灭啊，像我们在看电影，在荧幕上看的这个现象啊，它是幻灯片一张一张的快速在那里移动，不是真的。我们看电视上这个画面比那个画面移动的速度更快相续相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相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那你怎么会着相呢？啊，你就不会着相了。啊，我们念佛人常常看着一切现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哎，从无相入解脱门。啊，无厌是什么呢？首先知一切法无相，无相呢你就无所作啊，你做的什么啊？哎，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人间有没有做啊？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呢，你说他是不是做？他永远做啊。我们现在讲工作作为，他有没有作为？我们反复看到的有，为什么呢？反复出现，哎，看到释迦牟尼有做，而释迦牟尼佛自己呢告诉我们他没有做啊，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做跟无做全是假的，这叫无愿呐。啊，无愿，佛还叫我们发愿。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啊，发愿发什么愿呢？发求生净土的愿。在有愿里面呢，只有这一愿是真的。为什么？这一愿跟无愿相应。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啊，这个愿就变成无愿了。哎，念佛从无愿入解脱门啊，你看看这三门。念佛人呢，无论走哪个门都走得通啊。啊，无愿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也就是说没有一丝毫执着。这叫无愿。没有一丝毫分别叫无愿。有执着有分别你就有愿。有愿就有苦啊，就有果报啊，无愿没有果报啊。啊，无愿这个空无相无愿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你要是懂得这个能入三解脱门呢，你现在就得大自在。啊，没有不自在的。啊，去做，为什么要做？自己实在是没有做，为什么要做？众生有感。啊，做也是因的。
众生是虚妄的，众生这个相啊是虚妄的，我们这个印也不是真实啊。但是众生在迷，他不知道虚妄；菩萨在觉，知道通通是虚妄，都是梦幻泡影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梦幻泡影啊，讲经说法教学49年，梦幻泡影，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所以他49年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讲经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会学的人，会听的人，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学而无学，无学而学，他真成就了啊，真的帮助他成熟了。幕后一句得无碍之力啊，无碍之这个名词很有味道啊。无碍是没障碍了，智慧圆满了。怎样才能得这个无碍之呢？只要你把那个障碍去掉，智就现前。你看这个名词都有味道。你要不把障碍去掉，智慧就不现前啊。这个爱去掉之后，智慧就现前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执着去掉了，我对人不执着了，我对事不执着了，我对万物也不执着了。这一切都不执着，还能办事吗？能啊。凭什么办事？智办事，样样办得圆满呐。你有执着的时候，你智没有了，智没有的时候是识，智变成了识啊。识就是常识，识里面有误差，智里头没有。所以诸佛菩萨智办事啊。我们凡夫是什么？是自己的，是这个烦恼妄想习气在办事，所以他怎么会不错呢啊？这个事来说，他怎么会不烦恼呢啊？没有智慧吗？智慧是照见，烦恼是夕阳，在研究怎么想，越想越错，越想越复杂啊。智慧像一面镜子一样，现前一照清清楚楚，不要想的啊。所以无碍智力，你把碍去掉，智力就现前啊。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你去掉一分障碍，智慧就透一分；去两分障碍，智慧就透两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这个经教里说得太好了。执着去掉，正觉现前。啊，正觉现前就是阿罗汉果啊，你就成了阿罗汉了。阿罗汉正觉啊，分别再去掉了，那你就是菩萨了。看你去掉多少，你是哪个等级的菩萨啊？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你是在哪个阶层的菩萨？越往上去，放下越多啊。没有别的，修行没有别的，千言万语放下而已啊。
真能放下，自信里面的智慧现前了，能力现前了，啊，才艺现前了，福报现前了，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自信之外没有东西，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佛教人至始至终，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是从自信当中学，你才能真有成就啊！这叫无碍智力啊！你要一定要知道，你有，你一点都不缺乏啊！现在这个不能现前呢，你自己糊涂啊，把你自己自信的功德呢全部障碍住了啊，有不能现前啊，所以佛菩萨叫你可怜悯者。如果你没有，佛菩萨说你可怜悯，那佛菩萨太苛刻了，挖苦人，这是不道德的啊。有你拿不出来做起用，这真可怜呐，不是没有啊。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什么？是自己本人，是自己圆满的心得。啊，不能不知道。啊，知是解，知道之后，你要去做啊。做什么呢？把障碍除掉，除掉就是。啊，心量很小，再小是障碍，把心量打开。啊，轻慢别人是障碍，你轻慢别人，别人一样轻慢你。啊，古人讲得好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那你讨厌别人，别人一定讨厌。所以你自己起心动念好好想想，我以什么心态对人，别人以什么心态回报，这是真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我希望别人对我好，我要以好态度、好心、好态度对人。啊，菩萨舍利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有无所谓啊，如来果地上也有四种无所谓啊，这四种无所谓也，有两种说法啊，那么这就是佛学常识应该知道的。微是微距啊，啊，无微不容易啊，啊，那么第一种说法，总持、知根、觉疑、大问，啊，这个四种，啊，什么叫总持呢？闻法受持不忘啊，接受到佛法了，能够把总的纲领能记住，念念不忘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是不离开这个原理原则，那你就是啊常行菩萨道啊，热热实实不离菩萨道啊，那怎么会不成功呢？啊，那在净土宗里头最简单的一个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总持啊，啊，
24小时，时时刻刻心里头有阿弥陀佛，这个人一生决定生净土。啊，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这个法门，无上的妙法。啊，你什么都可以不学，你就这一句。啊，自古以来。用这个法门成就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不能够轻视啊！啊，一般中下根性的人，你能够抓到这一个总持法门3年，我们在历史上看到3年决定成功啊，3年不成功时你放不下，你还有很多杂念啊，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啊。那么最明显的例子，现代人做榜样给我们看，黄忠昌居士，年岁不大了，30几岁啊，在深圳啊，听到这个法门他就要做实验，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3年啊，闭关3年，万缘放下啊，他2年10个月功夫成就了，就欲知时知，他就走了，做给我们看的。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 啊，你不能成就啊，就是因为你放不下杂念，你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哎，他通放下了啊。所以你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决定不操纵在别人手上，操纵在自己啊。黄忠昌有福报，这个是很难的，为什么？他有人护持他啊，照顾他3年的生活，他3年不跟外面接触啊，每一天3餐饭的时候有人送给他啊，换洗衣服有人给他洗啊，3年是什么都不要过问，他做佛去了啊。那我们没有这个福报的人怎么办呢？没有福报的人要克服环境，要知道环境是自己的业障啊，佛自己没修福，那没法子啊。什么都来的时候都要能忍受，人说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那就对了啊，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心里面呢只有一句佛号，人家要我们做事情，我们乖乖地替他做啊，修一点福啊。要知道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是自己在修福啊，人家要我们工作是我们修福的机会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去修福，里面那个佛号不见得了，他就成功。如果这个工作的时候需要用思考的，用思考那个佛号一定停住了啊，去办，办完之后心里不要再想了，佛号马上提起来就能接上，这叫功夫得力了啊。是如来果地上啊，
就这一句这个总持法门。那我们要问，十方如来在果地上总持法门呢，到底是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怎么知道呢？弥陀经上释迦世尊他自己说的啊，他是在无著卧室啊，我们这个世间无著卧室啊，用什么方法成佛的呢？念佛成佛。啊，为一些众生呢，说这个难信之法了。难信之法就是念佛法门呐。啊，他用这个方法了，在无著卧室里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不就成佛吗？这我是弥陀经上讲的啊。实在讲，我们多少人念弥陀经都没有发现。啊，谁发现的？偶业大师，他老人家在要解里头告诉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那我们晓得，世尊念佛成佛，所有一切诸佛，肯定最后啊也是念佛成佛。所以华严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这个气象啊太殊胜了啊，总持法门呐、啊、我们千万不要疏忽啊，总持是纲领，佛法修行呢八万四千法门，纲领太多了，八万四千法门就有八万四千个纲领，八万四千纲领里面哪一个纲领是总纲领？就是念佛成佛是总纲领啊！你明白之后，你再晓得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什么是大事？念佛是大事，什么事都可以放下。你只抓到这一样，你就是你成就了，一生成无上道啊！啊，这个才叫做稀有难逢的一日啊，彭吉清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法门，能够真正认识，真正体会到啊，那下面就是我肯不肯干，我要肯干，我这一生做佛了啊！我知道不肯干，那就没法子了，那你业障深重。你不肯干啊，你错过大好机会了。第二个是知根啊，知根是指众生的根性，众生根性差别无量啊啊，佛为说法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叫上中下三根。啊，上根，我们晓得无量劫熏习成就的，不是偶然的，啊，不是一生当中修成的，生生世世在修。啊，不过你遇到了善缘，遇到善知识啊，遇到这个殊胜的法门，可以在这一生当中把你的善根呢大幅度的提升，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幅度的提升啊。那么遇到净宗法门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
为什么呢？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下下根人呢，这一生当中你真遇到这个法门啊，你真得把握到这个一句名号作为你一生的总持法门，那你成就了，下下根也成就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善导大师讲啊，万修万人取啊，一个都不漏失啊，很有道理啊，是真话啊。那为什么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万个人修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真正往生的只有两三个人啊，不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什么原因？你要知道，善导没说错，李老师也没说错啊，那个不能去的是什么？是自己修行不如法，念佛不如法啊，不如理，不如法，所以他不能成就啊，只种善根而已。善导大师讲的如理如法，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如理就是说，你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这一生的生活行为跟阿弥陀佛一样，在念佛求生间头没有一个不去啊。啊，那阿弥陀佛是个什么心呢？阿弥陀佛是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心，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有没有这个心？哎，我也发这个愿，我看到那个人很讨厌，我看到这种事情不舒服，你的愿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什么时候看到阿弥陀佛对哪个人不高兴，对哪一桩事情不满意？没有啊，我们常常有，就是我们不是佛的心，我们不是佛的愿，怎么念都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看到以前这个冤亲债主，他也在那里，你怎么到这来了？他为什么能去？他的那个怨恨没有了，摆平了。你的怨恨还在，看到的时候还不高兴啊，你赶快下去，你没有资格到这来，好好再去修，把这个怨恨统统化解了再来，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要去的时候，冤亲平等啊，啊，这句话人人会说，几个人做到冤亲平等啊？我们常常劝导同学，从内心里面把自己对一切人的对立，对一切事的对立，对一切万物的对立，把它化解掉啊。他跟我对立可以，那是他的事情，我不能跟他对立，我要跟他对立我就不能往生啊，他跟我对立，我肯定他不能往生。哎，我不跟一切人对立，我肯定我能往生。就这么个道理啊！啊，不要再干傻事了，不要再干糊涂事了。啊，能不能往生？头一个是自信，这六祖不是六祖，是我们欧耶大师讲的《弥陀经要解》，你看讲信，第一个信，自信。啊，自信什么呢？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然后第二个，相信释迦牟尼，相信阿弥陀佛，没有妄语。他所教导我们的句句真实，我们没有怀疑，
教奉行，那就行啊。所以头一个是信自己，第二个是信他了啊，第三个心理，第四个心事，如是理如是事啊，最后如是因如是果啊。这个因果是什么？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往生成佛是果啊。在因果里面我们只干这一个这一桩事情啊，其他的都不放在心上啊，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啊，九法界众生，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条路，啊，就是念佛成佛嘛。特别在末法时期，啊，上中下三根都走一条路。啊，这世尊在大集经上说的，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啊，第三决意，决是决断，疑是疑惑，啊，任何疑惑到你这个面前来了，你给他一开示，跟他一说明，他就明白了，他的疑惑就断掉了，断疑生信呐。啊，让一切众生对自己、对自己所闻的、所学的、所修的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他哪有不成就的？啊，第四个是大问，啊，凡是有人来向你请教的，你都能正确的回答，啊，这种回答不用考虑的，啊，不用思索的，啊，是什么呢？自信流露的心得。啊，那么我们从佛的经典里面看到啊，世尊当年在世，每一天向他请教的人太多了，啊，提出的问题，佛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答，而且解答的呢都能叫他非常满意。四无为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叫一切智、目见、说张道、说苦尽道。啊，那么这个也是如来果地。无所谓也，啊，一切智就是对一切法的明了啊，对一切法的照见呐，啊，知一切法的总相。体相作用通达明了，啊，这个是大乘教的总持法门，啊，也就是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常说的下有性无，事有理无，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啊，这个意思。第二个是漏尽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断尽了。啊，诸位要晓得，见思烦恼断尽了，是阿罗汉；尘沙烦恼断尽了，是菩萨。啊，什么地位菩萨呢？是性位的菩萨。啊，我们现在读的这是十性位最后一品。无名烦恼尽了，就成佛了啊。那么这个佛在华严经里面是分真即佛啊，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尊佛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十，还有等觉，这四十一尊佛啊，都是佛啊，他们这个无明也断了，无明断了，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呢？我们在前面都有详细说明，是无明习气没断啊，无明真的是断了，也就是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他还有习气，习气可不好断，习气没有法子断，只有让时间慢慢长了，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叫无功用道啊。那么我们一般讲漏尽，是初住菩萨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就是漏尽啊，真的是漏尽无所谓。但是漏尽的时候他还有习气，无明习气没断，无明习气要什么时候断呢？正到这个果位还要三个阿僧祇劫那么长的时间，那个习气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他那个是不能用不得力的，你用 一用力想断他，那个烦恼习气马上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想啊，不可思议 啊要用时间去淘汰它。这个地方显示出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时间能够澄清一切啊，这是个真理，用在世间法里头也是如此啊。所以功过不要去辨别，时间长久了自然就明白了啊。你越变呢，越变就越麻烦啊，问题就越多啊！一句话不说呢，问题就没有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就是这么个道理嘛啊！所以最后的这个无始无明呢，是不能用丝毫念头的啊，自自然然，时间久了，它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真理啊。我们要是体会到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很有受用。啊，就是一切事情让时间去澄清。啊，根本不要放在心上，心上放的什么？阿弥陀佛就对了。啊，那你就成佛了。所以要记住，佛说的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那你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呢？啊，二六十中专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这就完全正确了。啊，那就真正是恭喜你了，你真有成就了。第三呢，是摄障道无所谓。啊，这是什么呢？能知能说一切障碍道的那些理与事，或者是因与果啊，能够障道的这个理事因果都通达了，都明了啊。啊，我们今天碰到障道了，碰到障碍往往怎么样呢？会退心啊。我依照这个佛法来修行，修得都很如法，为什么还有这些障碍啊？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前后眼，没有这个神通啊，不知道过去生中，也不知道将来啊。那么对佛所讲的是呢，信心不够啊，遇到障道的时候就会怀疑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我现在求的没有感应啊，幸好张家代大师早年就给我讲了啊，有求必应是真的，有求不应是你自己有业障障道啊，你必须把业障找到，把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谁来告诉你了？这要靠你真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求感应的。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智慧啊，可是佛菩萨会给你感应真的，只有诸佛菩萨了，能摄障道无所谓啊。佛菩萨之外，阿罗汉也能说，说得比较浅。因为阿罗汉呢，他只得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比阿罗汉高明太多。阿罗汉也能说，阿罗汉帮我们凡夫啊也足够了。啊，我们凡夫遇到这个障碍，往往退失菩提心，算了，我不干了。啊，这一章中啊，在这个关键求佛，对佛怀疑，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一切法从心想生，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佛在经上说的，
对佛菩萨怀疑，对于经教怀疑，这是你修在修行道路上啊最严重的障碍。所以他把疑看作根本烦恼。你看贪嗔痴慢后面就是疑，这个疑不是说对人的怀疑，对事的怀疑，不是说这个，是对佛菩萨有疑惑啊，对佛的经典有疑啊，这个不是普通的疑啊，这个就严重了。为什么？他会叫你退失菩提心。这一段事情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啊，遇到障难的时候就退心啊。所以修行人十个人当中啊，有99个退心的，只有那么一个成就的。那一个成就是不怀疑啊，真正有坚固道心，有时候还会有动摇。不过这个时候动摇的时候了，佛菩萨会帮助你啊。没有佛菩萨的帮助啊，很难说不退转呐。啊，这个是全凭感应啊。感应有四种，这前面我们都学过，显感显应，敏感敏应。啊，真有不可思议的威神力了在加持。第四呢，说苦尽道无所谓啊，说尽苦道苦尽了，没有了。那谁能说啊？真的是佛与大菩萨了啊！这个不是普通菩萨，要大菩萨，摩诃萨啊！为什么他们自己的苦尽了？要知道，三途苦，六道苦。十法界也苦啊，十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为什么苦呢？他没见性啊，也就是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断，所以在十法界里面等觉也不行。发生大事，他那片无名破了，破一片无名，这一份发生啊，发生大事啊，《金刚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啊，我们华严原教。此地讲的初住以上啊，初住以上都是化身菩萨啊，都是诸佛如来，他们才能够说灭苦之道啊。到这方法用什么样方法离苦啊，把所有的苦统统离尽，他能说化身菩萨来说啊。那像我们现前这种层次，阿罗汉就能帮忙，不但阿罗汉，须陀洹对我们都是最好的老师啊。为什么须陀洹能立88品见悟，他断掉了，那我们呢？88品见惑
一品都没断啊，所以他有资格教我们啊，我们能接受他的教诲，决定能提升到他的境界。他是个入门的境界啊，小乘初苦，华严经里面的初信位菩萨圣人了，就超凡入圣了，究竟圆满的离苦得乐，这是法身菩萨啊，他们能够做得到啊，这是四无为啊，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经文呢，以及十八不共法啊，都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那么十八不共法呢，诸位呀，去看十善业道经啊，十善业道经这个讲义里面的，哎，舍利无所谓十八都讲得很清楚啊，可以做参考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学习例子讲得多啊，举一例子讲得多。再看下面经文，所有无量诸功德了，谢以示现度众生啊，这无量诸功德了，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示现者做出来给我们看呐，不是口说而已啊！啊，他真做到了，真的落实了，所以才能感动一切众生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社会啊，许许多多的教学，无论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啊，我们细心去观察，这个教学都是要求别人，而没有要求自己，所以教学收不到效果。啊，我们常常遇到，啊，遇到做家长的同修来诉苦，说儿女不听话。叛逆，我们也接触到很多从事于教育工作的同学，他来告诉我，学生不好教啊，为什么家长教不好子弟，老师教不好学生，没有别的，你没有做到实现。什么时候你做到实现的，你教他你自己都做到了，他就服了，哎，他就会听了。如果你教他要学好，你自己没做得不好，他会说你骗我，你教我东西是假的，如果真的是好，你为什么没做到？关键在此地啊，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孔子为什么教得好，释迦牟尼为什么教得好，没有别的，他做到了啊，做到之后再说，圣人说到确实能做到，对，贤人说到做不到的骗人，骗人谁相信啊？小孩都不相信你 啊！所以你要想在家庭里面把儿女教好，你自己要做到啊！从哪里教起？从《弟子规》教起，《弟子规》要落实
啊，你家小孩自然就听话了。那做老师的呢，要把《弟子规》落实，你的学生对你就服了，啊，真的是心服口服。啊，我们做学生的时代，老师确实还很像个样子，啊，学生心目当中的老师都有恭敬心，都尊重。啊，凡是学生对老师很轻慢、无礼，他的成绩一定不好，他学不到东西。这就是印光大师常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理，二分沉静得二分理，十分沉静得十分理。”老师在课堂里上课，四五十个学生，每一个人得的利益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学生对老师有几分沉浸性，他得的利益不相同。这是事实啊，一点都不错啊。我当年跟李老师学经教，他老人家开了个班，啊，经学班就是学讲经，同学20多个人，啊，一个老师一个星期给我们上一堂课，啊，一堂课的3个小时，上一堂课教讲经。这20多个同学，你看都是在一起学习，可是每一个人所得到的不一样，浅深差别太明显了。啊，为什么有的人得的多，有的人得的少呢？你再仔细观察，对老师的信心，对老师的尊敬心，啊，对老师的相信跟尊敬，就是对你的学业的重视，尊师重道啊，你看得很重啊，你认真学习，你就得到了。所以对老师怀疑，对这个经教怀疑，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你只有等于说在旁听，听完之后你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由此可知，印光大师讲的那个话正确，中国圣人讲的一切的学问德行都是从恭敬当中得到的。啊，你有个沉浸心，到处都能学不到。啊，没有沉浸心，什么都学不到。所以这个视线非常重要，不但是老师做榜样给学生看，学生也做好样子给老师看，老师才认真教你啊，啊，要不然老师不会教你。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即行教戒即神足，谢世如来自在用啊，别住大事皆示现，能使众生尽调伏。
这个记心，在一般讲呢，叫他心通。如来能知众生心想，所以他能应机施教啊！他心通，什么人有他心通的？虚脱环就有。二苦啊，出国啊，出国学的话，二国斯陀含，出国有两种能力啊，恢复了一点点，就是天眼、天耳啊，天眼别人看不见的，你能看见。鬼神我们人看不见，他能看见啊。天耳我们一般人听不到的音声，他能听到啊。出骨就是说你把这个见惑断掉了几分，这个能力就恢复啊，不再执着了啊。我们常常讲的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真的能放下了，天眼、天耳这个能力就恢复了。那么再进一步呢，断私货，私货有81品，不好断。81品先断粗浅的一部分，就正二苦啊。这个981品呢，先断6品就证得二果了，二果斯陀含，又有两种能力恢复了，一个是虚命通，一个是他心通。虚命通是知道过去前世自己这个过去时再过去时，至少能够知道过去几十世是没有问题的。阿罗汉能知道过去500世，他还没有到这个能力他这个能力是刚刚现前那我们相信几十世是没有问题的知道自己过去几十世的事情。虚命知道他心动，别人起心动念知道，所以你瞒不过他二果斯陀含到三果那个能力更殊胜了，神足同现前，他能变化，他能分身那么他去旅行不需要交通工具是这个阿那含就有这个能力，所以阿罗汉更不成问题了。需不需要交通工具？不需要到斯陀含的时候就有能力比如我们从慈悲乡到美国去，把这个身体是物质，把身体变成能量，变成光你看那光从这个地方到那里去了，光的速度太快了
几秒钟啊就到美国了，到美国看到空中光，一道光下来，你再到光下看到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又恢复变从光的再变成人身啊，就有这个能力了，不需要这些交通工具，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啊。那佛告诉我们，这些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六种本来的能力，天眼、天耳、他心、续命、神足，后头漏尽，漏尽就是烦恼得尽了啊。那么这个烦恼尽是见思烦恼尽了，还有尘沙无明，那还没动啊。见思烦恼尽了，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真的功夫啊，是在放下烦恼啊。这个断烦呢，就是放下了。你放下，你自己的能力就显现啊。六祖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智慧具足的啊，德相具足的，这是属于德能。一点都不稀奇啊！啊，这个神足就是变化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如来，如来的是圆满的啊。如来用这些呢，用这教化众生呢 啊寂心就是他心通啊。这个作用在哪里呢？作用在契机交界啊，交界是教导啊，这个戒就是戒命啊。我们现在讲戒律你必须要遵守，你要认真地学习啊。那么佛通通实现出来啊，实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现在工作当中。那佛的工作就是教学，待人接物啊，你仔细观察，那都是交接啊。神足那是种种的莫测的变化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是神足啊，其实七十二变太少了，虚脱环这个神足就这个孙悟空是没法子跟他相比的啊，何况再往上面去啊，阿罗汉以上那更不必说了啊。那这个七十二变的小通啊，很小的一点小神通啊，那这种小神通鬼神有，天神有啊，鬼神能力很小啊，天神就比较大啊。所以鬼有报德的五通啊，天人也有报德的五通，我们人间有，人间也有啊。所以那个特异功能呢，报德的，他们也学过，哎，从小就有这种能力是报德的啊。不，这种人不多啊，他会随着年龄成长，随着接触环境的染污，他能力会失掉。修得的就不会失掉
啊，修的是把烦恼放下，啊，不受外面环境啊染污，不受它影响，这个能力渐渐会恢复。啊，所以讲即心教戒神足，举三个例子，昔时如来自在用啊。他这里没有讲诸佛，他讲如来。讲如来呢，是讲自信。啊，自信的自在用，说这个意思好啊。为什么呢？说自信我们都有，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说如来人有这个意思，就是你有。啊，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你迷了。你这个作用失掉了啊，失不是真的失掉，叫迷失。什么时候觉悟了，它就又恢复了啊，就正常了。佛经不可不读啊，教戒不能不学啊，你不读永远不知道，永远在迷。教戒不认真学习呢，永远不能恢复，知道也没用处啊。这个教戒实在讲呢，教戒的总持就是看破放下啊。所以我感激张家大师啊，在第一次见面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啊，这个是如来教戒里面的宗持法门，看破放下一生成佛。宗持的法门就是念佛成佛，我们学习抓纲领，总持就是纲领啊，总的纲领、总的原则掌握到了，成就不难。你看底下一句，彼诸大师皆现实，皆实现啊。这个诸大师是哪些人呢？在华严经里面，从初住菩萨开始啊，是诸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位法身大师，都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应化在九法界 啊，众生有感呢、啊，佛菩萨就有应啊，应身在九法界实现。慈悲到了基础啊！啊，他在做种种实现啊。换一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都在给你做启示啊。我们一般叫什么？提示。你要能领会，你要能觉悟啊，或者是看到了，或者是听到了，或者是接触到了，马上就觉悟了
啊，佛怎么教众生？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方法手段无量无边，在哪里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在你自己的四周围，从来没有舍离过。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我们在佛门里看古大德了，在教学那个关键的时刻会问一句，你会吗？在这一句下，有人很多很多就这一下就悟入了啊，这一个提示他就开悟了啊。怎么开悟？会吗？会什么？放下了，放下就是了。放下执着就成阿罗汉了，就是啊。放下分别就是菩萨了。啊，放下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就是佛。啊，这些诸大师应化在世间。下面我们就看到了，底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你看具体给我们说出来他们的事情啊，能使众生尽调伏啊。但是这些众生是这些众生有缘众生，这些众生呢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没有这三个条件呢，众生虽然天天看不开悟，迷惑颠倒啊！如果具足善根福德因缘，众生在这边，他一看，他开悟了。他开悟，你不能开悟，他不能开悟啊？什么原因呢？啊，福德因缘不相同，这叫根心不一样。佛度有缘人，什么是有缘人？上根是有缘人，上上根是有缘人啊。他一看一听他懂啊，他能体会，能够啊切入啊。中下根呢，虽然听了欢喜，还不能够领会，不能切入但是也不断帮助他提升，都有好处。所以听经有人听三五年开悟了，这上根了。有人听的时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开悟了，中根。有人听到四五十年了才开悟，下根啊，下根要有福报啊，他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他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他开不了悟啊。啊，所以福报很重要。啊，有长寿命呢，就能够多听。啊，多听慢慢会开悟。啊，其实这是能使众生，尽调伏啊，就是应该调伏的全都调伏。这是应这个字很有道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